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脸部护理程序。首先，我们先拿一张干净的化妆棉，一样，化妆水平均分布于化妆棉上。然后呢，以上所有的脸部程序完成之后，我们轻轻拍上化妆水。轻轻的拍哈，完成后别忘了我们的颈肩脖子，也是我们护理肌肤的很重要的两个部分。我都是用点压的方式进行啊。结束了化妆水，我们再用的是精华液。平均在脸部、脖子。方向一切都是脸部肌肉纹理的方向，所以你记住这个原则，我相信应该是很容易记得整个护肤流程的。然后再取我们的面部乳液、面霜。我会稍微这样子比较平均的方式分布在我们的全脸。完成之后呢，请取一个干净的棉花棒，然后先让我的手稍微擦一下，没有保护的关系。好，一个干净的化妆棉跟护唇膏，取适量的护唇膏的cream 也好，或者是胶，或者是乳液都好。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脸部基础护理的程序。